老公心里没有妻子有哪些表现？如果你老公心里没有你，一般会有以下八个表现。第七个比较明显，他心里绝对没有你，尤其是第八个。如果你老公有这个表现，那你会过得很累。第一，哪怕他自己犯错了，他也觉得自己从来都没有错，错的都是你。第二，是他的错，他也从来不会跟你认错，他觉得是你逼迫他犯的错。第三，从来都不给你解释，你自己爱怎么想就怎么想，你气死他都无所谓。第四，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，不请求你的原谅。第五，你生气了哭了，他也不会哄你安慰你。第六，两个人共同的付出，他从来都只看到他自己，看不到你的付出。第七，除了你，朋友、同事、家人全部都比你重要。第八，从来不懂得迁就你、包容你、理解你，你只能默默承受，有苦无处说，过得很心累。你中了几条呢？